连哥来了，家人们，连哥。我连哥要扎针吧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家人们，好像是那个驱虫的吧？就是家人们应该家里有养过那啥的，养过那个养过喵海汪的。对，好像是那个，没有针头那上边。把什么都开的了，把什么都关一下啊。没有针头，家人们啊。他那个家里边那个小猫还有小喵体外驱虫也是那个把那个毛扒开，然后用那个就所谓的就是贴着那个皮肤喷到那个皮肤上边，没有针头。是吧，这很多家人们都知道啊。有那个外区和内区好像是啊，这个药就是有可能是那个就是体内区的啊，体内区中的药。哎呦，还得摸摸那个好大人的那个，哎呦我的天啊，摸摸二宝那个小微笑唇啊，哎呦天，摸摸好大人的小嘴巴啊，这不都不用毛巾，就直接用手给自己好大人擦嘴啊，这一直都是有一小圈的，呦呦呦呦。